在罗州区的智英科技公司，进前捐赠一台富康巴士给新北市政府，这已经是智英科技捐赠的第三台，同时也是新北市的第456台富康巴士。智英科技公司主要生产电脑、网络、通讯、周边配线等等的产品。负责人林燕玲，捌伫去年八月份，以妈妈的名义捐赠一台富康巴士。这摆智英二号是第三台。赠送的富康巴士是我们公司的这个名称，它是智英科技哈二号。我刚刚这个李副局在问我说十三台，我说不是十五台啊，不是十三台，因为总共是十八台，所以我接下去还欠新北市政府哈十五台。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吕春平特别到场代表受证，伊相当感谢社会各界发挥爱心。以新北市来讲，456台富康巴士当中，有300多台拢是爱心捐赠。今天是第456辆，那其实真的其中就385辆是来自于民间团体的捐赠，这个就见证到什么？民间的力量是真的非常非常大的。那其实这个用到什么？其实现在像我们的富康巴士，其实用到我们身障的民众，也是用到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失智失能的老人家，让他们来更可以来就学、就业还有就医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谢谢。过去富康巴士拢是新生障碍朋友使用较侪，但是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，即卖嘛袂少失能长者申请使用。智英科技公司的先行，大大加惠有需要的民众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，罗州采访报道。